回到现场来看到的是演艺圈的通告王荒谬大师沈玉玲，今年光是尾牙就接了18场，估计呢可以进账450万。身穿紫色西装大跳舞，人家说身子前后特别旺。沈玉玲进军好莱坞，为动画配音出席记者会。我本来有这一生最高成就只能在宝莱坞，没想到竟然能够进军好莱坞。他等于把他以前对李静良的专长。任何话题到他口中，总是能逗得观众哈哈笑。夸张的动作和机灵反应，让他成为各大节目收视保证。平均每个月接上50个通告，加上代言、商演等活动，粗估年收入进账超过500万，约18场左右。但是因为我价格比小珍便宜。其实沈玉玲并不是一开始就活灵活现，来自南部乡下的她，当初带着5000元北上，曾经摆地摊卖水果，辛苦过后更懂得珍惜。对于理财有一套省市哲学，锁定房地产让她进账千万。台北市的真正的蛋黄区我们有去看了，因为我觉得相对风险高，那个洲子洋从化区，那个就属于大台北地区蛋摆单中的蛋黄，应该是。就没有小孩的情况下吗？应该是不会啊。要存奶粉钱的还有他，绰号小珍的胡英珍，勇敢走过婚姻的变化，让他对于事业和家庭有不同的体悟，觉得亲子相处才是无价。刚好小孩子放假的时间卡在接很多场尾牙的时候，所以变成我今年必须就牺牲很多的尾牙。苦过更懂得珍惜，如今沈玉玲和小珍积极转型经营，期待在演艺事业上闯出不一样的天空。东森财经新闻，余嘉豪、陈月慈台北报道。